即係而家32歲，其實入咗行不經不覺都16年，爭咁冇半個人生喺娛樂圈。而家越嚟越大，好多嘢都咩都想做，咩都想試，比以前更加想試。但係試嗰只而係唔係盲中中嗰種，即係以前可能仲揾緊咦依樣嘢啱唔啱又難我啦。但係而其實自己最清楚自己。手錶已經不是只看時間。好啊，到時準時見，拜拜。即其實它已經是 combine 埋一齊，其實是可能一個 schedule book， 一個 MPV 機，和一些document 上面可以幫到你的東西。即已經很多功能，很多元化。同埋你自己健康，你都可以略略好初步啦，即係或者靠你，你睇到幾多啊？即係啱啱我都見，咦，真係去多下大少少，誒，佢心跳又真係又快啲。真係長年累不停咁樣做，係我諗係啱啱入行頭2年，真係每一日朝頭早8點幾起身做嘢。做到夜晚，有陣時11點，有陣時夜晚點幾，即係影雜誌、訪問電台，跟住錄音。即係因為始終真係365日做足365日，日積月累，慢慢開始自己一張白紙開始變到一個墨水咯。